我们感谢神，在九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借着主任牧师的系列，我们从约拿书学习什么？第一个功课：顺服、祷告、传讲、怜悯的功课。那从十月份开始呢，陈牧师就让每个堂的带领牧师决定分享哪方面的分析，这个信息。 那感谢神，也借着祷告的寻求，神就赐下清晰的带领，把祷告的专题放在我的心中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七个礼拜的主题都是借着祷告与神同行。从有教会开始，祈祷和传讲神的话，就是教会最为重要的两件事情。 我们说初代教会当教会面临各样的挑战、各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史图彼得是这么说的：“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当然，祷告和传讲神的话不仅仅是传道人应当看重的，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当看重的。”有一个牧师，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，他是说。 祷告的重要性，就相当于呼吸对我们的生命那么重要。人没有办法不呼吸的，你不呼吸就完了。基督徒如果不祷告，灵里面的生命也就垂危了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。那什么是讨生喜悦的祷告呢？ 主耶稣曾经举了一个税利和法利赛人的祷告作为对比，他告诉人：有的祷告是蒙主悦纳的，有的祷告不过是对着空气说话的自言自语罢了。那我们的祷告生活如何呢？ 我们是用一种打911的方式，也就是说，只限于紧急求告吗？或者呢，我们是一日三餐，或者是遇到某些事项例行式的、程序式的仪、例行仪式式的祷告，有口无心呢？还是我们根本就不祷告？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。 那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样的事情祷告？如何祷告呢？我们当然是要从圣经来学习，圣经是真正的老师。圣经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祷告。那这次我们选了七个祷告。圣经当中最为宝贵、最为重要的祷告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主耶稣上十字架前，主耶稣的祷告。 那我没有选，因为在这个祷告系列结束以后，我们会继续传讲约翰福音，所以十七章的祷告是会专题甚至不止一个主日来传讲。那这次我们选的祷告总共是有这下面七个内容：诗篇九十篇、诗篇五十一篇、历代之下第六章十四到四十二节、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四十二节。 然后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言，然后是一副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，最后是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十节。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诗篇九十篇，在诗篇九十篇，主题就是求神做我们的居所，作者呢？ 作者是摩西。摩西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因为圣经开始的五卷书，我们通常称为什么？摩西五经。摩西五经是整个旧约圣经的基础。在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，只有一篇著名是摩西的祷告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九十篇。 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九十篇这个经文，神人摩西的祈祷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柱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八十岁。但其中所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诠释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？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 耶和华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；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，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，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。所以这就是摩西的祷告，摩西的祷告的主题就是求神做我们的居所，在这个地方。 诗篇特别把它写明，说是神人摩西的祷告，在摩西的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“神人”。那“神人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面，除了摩西被称为神人以外，其实有好几位的先知也被称为神人，萨摩尔被称为神人，伊利亚也被称为神人，等等，其实好几位。那 神人就是说，他衷心传讲神的话语，从神领受的信息。那在神的眼中，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神的眼中，明书记这边记载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在神的眼中，摩西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同时。 在民数记十二章七节是这么说的：“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，所以摩西是一个谦卑忠心的人。世上没有人超过他在谦卑忠心上面。那我们说这一位摩西，他的祷告是求神做我们的居所，为什么呢？” 我们来从四个方面来分享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，因为神是创造主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开头他就说：“主啊，这是。” 你做我们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这是他的呼求。主啊，是以色列人对神的称呼，是称呼为主。那神是有名字的，神的名字叫亚威，但是以色列人认为亚威的名字太神圣了，所以不敢称呼其名，怕妄称神的名，所以用主啊来代替。所以，在圣经里面，以色列人常常是说主啊。 当然，当人称呼主的时候，也表明是强调神的主权，神的权柄高于人。神是主宰，也表明人与神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。那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当然就是表明永永远远做我们的居所。 所以，在这个地方，摩西不仅仅是他为他自己求，而是为整个百姓群体来求的。我们说，神做我们的居所，神如何做我们的居所呢？摩西求的居所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摩西他的一生，四十岁居住在皇宫，后来短暂的逃亡，在米店又居住了四十年。 从身体的需要来讲，摩西从来没有缺乏过居所。那以色列人住在埃及，虽然受逼迫，也从来没有缺乏过居所。那摩西在这个地方是说：“神呐、啊，你做我们的居所，到底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希伯来书有这么一句话说：“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。” 女儿之子,子，所以在摩西，他应着信，他连皇宫他都不在乎，他在乎什么？他在乎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心需要有居所，因为人心处在一个没有居所的状况，所以是人心的向往，人心向往一个居所。那这个也是。 我们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摩西所向往的不是人以为的一个安居乐业的居所，不是。所以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，当有一个人来告诉耶稣说他要跟随耶稣，耶稣居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个话：，那个人说，父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 耶稣当然在地上有居住的地方了。那耶稣在这个地方是告诉对方，要跟随他的人要明白一件事情：跟随主不是在地上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跟随主是要回转归向神，进入神的心意。所以摩西在这边的表达。 是因着人心处在失落的状态，唯有神可以提供这样的居所，因为人心已经失落了，你感受到这种失落，所以你呼求神做你的居所。当神进到我们的心中，神就成为我们的居所。 所以摩西说：“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。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因为神是创造主，是神创造了人。神创造人是有他的心意的，唯有神知道，失落的人心如何被寻回。人心已经失落了，如何被寻回？唯有神知道。” 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摩西知道，看得见的世界在被造成以前，时间是神所创造的，世界是人所创造的，人是神所创造的。在这些被创造以前，神就存在，永存。所以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神才是掌管一切的。所以，神是答案。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反思：你和我们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向往的是什么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求的是什么？如果神不是我们的居所，人的真实处境是怎么样呢？接下来，摩西就告诉我们：如果神不是我们的居所， 人真实的处境，生命的结局是如何？因为离弃神的生命，就转眼成空了。生命的结局是归回尘土啊！所以在第三节说：“你使人归于尘土，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眼间的一根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；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。” 枯干，阁下。所以，在这个地方，摩西从三个的角度来看人生。首先，结局就是归回尘土。归回尘土的意思就是说，死亡会临到每一个人的，没有人例外。而且，归回尘土的意思是告诉人，你人原来就是出于尘土的，你是归回尘土。 我们中国人讲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是归回尘土。同时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业界的一根。因为无论你活多长时间，圣经上活得最长的一位，你知道活了多少岁吗？九百六十九岁。但即便是千年，也不过你回过去看。 过去的千年也不过弹指一挥间，就如过去的一日。当然，在神看来，千年就是一日。所以，在这个地方，又如夜间的一根是表明与永恒相比，这个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，一瞬之间呐、啊。同时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 意思是告诉我们，这个死亡的结局就相当于洪水来临。当时洪水灭绝，地上所有的人，除了诺亚一家的时候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死亡就临到了，而且是永远的灭亡。早晨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夜晚。 就割下枯干了，意思是告诉我们：无论你和我，现在处在一个茂盛的生长时时期，还是迟暮黄昏的下坡阶段，但这一个都是短暂的。因为如果神不作为我们的居所，唯一的结果就是被割下，就是枯干。这就是人生。 如果神没有作为我们的居所，这就是真实的人生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新约圣经也有同样的教导。主耶稣教导当时的人，人需要真正在意的，不是我们当下拥有什么，而是生命的出路和结局。否则。 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那面对这样的祷告的内容，我们每一个当下，我们仍然拥有生命气息的人，是不是一个提醒？那我们要把时间、精力、关注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呢？ 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什么主的道永远长存。如果我们把不把焦点放在能够永远长存的事情上面，你我岂不就是在浪费生命吗？如果你我不把焦点放在能够存到永恒的事情上， 我们岂不再浪费生命吗？那我们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人处在归于尘土、转眼成空、无奈的结局呢？摩西接着就告诉我们，是人的罪恶导致人处在这样的状况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 你将我们的罪恶摆在你的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写照。因为自从人类的先祖亚当犯罪以后，在回归神之前，人就处在神的愤怒之中，无人例外。 这个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写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神，却不当做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摩西特别提到说，我们的罪恶，那当然就是指我们罪恶的行为；我们的隐恶，什么是隐藏的恶？ 就是或许从这个行为外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内心怀着恶意。那所有的这些罪恶，所有的这些隐恶，其实我们看一个表格就知道是什么了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是说嘛：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竞争、诡诈、毒恨。 又是忏悔人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辱骂人的，狂傲的、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无知的、背约的，无亲情、不怜悯人的。请问你我沾了几项呢？有还没有？我想你我都不例外，不是全部，也沾了大部分呢。 所以圣经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是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，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信靠神之前，你我不但有罪，而且被罪辖制。什么叫被罪辖制？被罪辖制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能处在这样的状况和乐此不彼，这是一种状态；还有一个无所谓。 反正大家都做，这就叫被罪瞎子，因为你觉得无所谓，你觉得，哎呀，我们一起去做吧。那信主以后，我们感觉不安，因为圣灵带领我们，但也不代表我们就真的能够管得住不做，偶尔也会做呀。 所以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状况。那罗摩西继续说：“我们度尽的年岁，好像一声叹息；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八十岁。但其中所夸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”在这地方，摩西概括性的人生不过是叹息、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 他说：“人生的岁月是七十岁强壮，可到八十岁。但摩西明明是一百二十岁呀，他活了一百二十岁，他为什么说一生只有七八十呢？那我是这样理解的：摩西遇见神是多少岁？八十岁。若不是神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向他显现施恩于摩西。” 若不是神施恩，神成为摩西的居所，因为神的恩典领到了摩西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摩西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摩西的人生不过与其他世人一样，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一声叹息，转眼成空了。你所夸的就是劳苦愁烦，如飞而去。 所以，如果神不是我们的居所，这就是人生。想一想，你我如果不认识神，不也是一样吗？面对转眼成空的人生，那在这个地方，谁晓得你怒气的诠释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？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这一节经文。 是一个关键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经文。摩西在这地方说：“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晓得你该受的敬畏，因为在怒气当中彰显了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。”那我们说他是感叹，是感叹谁呢？当然。 感叹是所有的人。摩西一生的经历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他感叹埃及人的命运，也感叹以色列人的被虐不敬为神。因为埃及人被惩罚，以色列人知道，但是以色列人蒙了神的拯救。 有没有照着神当得的敬畏来敬畏神呢？没有。在出埃及说十四章说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首都在海边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。 所以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被神的大能除灭了，所以对神的大能产生了敬畏。但是这样的敬畏并没有让百姓真正的信靠神，持续的敬畏神。神是这么说这些百姓的。他说：“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，我在埃及。” 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十次，不听从神的话。我们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些百姓会这样呢？因为这些百姓不明白，神为什么要除灭埃及人？神除灭埃及人是除灭罪恶，这是神公义的彰显。 也是彰显神的圣洁。但是如果人只是对神的大能产生敬畏，而不是对神的圣洁产生敬畏，那你就不会远离罪。你就知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，也是当除灭的。若不是神怜悯，自己也会像埃及人一样灭亡的。这就是。 当时百姓所犯的不敬畏神、不信靠神，因为人若不清楚自己的罪，就不会有真正的悔改。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就不会持续真正的敬畏神。所以后人在诗篇七十三篇是这样描述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段历史说。 他们的心不正，不忠心，但神有怜悯，神没有发尽他的愤怒，没有灭绝他们。多次是惩罚了，没有灭绝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些百姓仍然不悔改。所以摩西最后在临死的时候是这么对百姓说的。 说我今日还活着，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，何况我死了呢？所以这一群人到死都没有真正悔改，信靠神、敬畏神，也没有进入神的安息。当预备讲章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。 神为什么要让死亡领导人？如果没有死亡，你想想看，作恶的人还会惧怕，还会悔改吗？如果没有死亡，作恶的人还会惧怕，还会悔改吗？如果当人不认识到是自己的罪导致死亡，人如何悔改呢？ 那如果人不认识到神的爱是这么的美好，是神的爱使自己的罪被赦免了，那如何来爱神呢？你不认识到是神的爱这么的美好，你如何爱神？如果人不爱神，其实我们信的不过是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。人若不爱神，怎么会真正的敬畏神？不可能。 这就是人的险兆，所以摩西在这边讲的话，不仅仅是指着埃及人，是指着以色列的百姓。但是摩西知道，真正的盼望在于神，因为神的慈爱才是人喜乐的源泉。因为这些百姓十次试探神，都是为了什么？吃喝最终之乐。 但真正的喜乐是神的慈爱。摩西在这边说：“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”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所以在这个地方。 摩西求了四件事情：求神指教，求神转回，求神施慈爱，求神赐喜乐。指教什么？指教数算日子得的智慧。为什么要数算日子？不仅仅是说人随时会面对生死，而是指要当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求、可以亲近的时候，要悔改。 那在这个地方得着智慧，什么是智慧？敬畏神就是智慧。遵行神的话，你知道了还要遵行，才是敬畏呀、啊。那求神转回为仆人后悔，你要承认主神是你的主，我们是仆人。你承认是仆人，仆人向主人才有恳求的权利。外人没有办法的。 求神是慈爱，在这个地方，摩西是向神求的慈爱，是一个立约的慈爱，因为这个慈爱是神自己向摩西写明的。在《生命记》那边记载说，耶和华在。 他就是摩西的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万不一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神是有慈爱的，同时神也是圣洁公义的。”那说这个话的时候。 摩西有一个祷告，摩西急忙下拜说：“主啊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通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”那摩西求的慈爱是求神赦免罪恶、过犯，同时摩西在这地方也求神赐下喜乐。 他是说：“好，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，求你照着，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因为摩西他真的是知道神的心，他知道神对人的心意尽都美好，神的心意是要人有真正的喜乐，而不是最终之乐。神对人的心意是，当人与神的关系和好了以后。” 耶和华神本身就是喜乐，所以在新约，主耶稣是这么样子对门徒们说的：“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我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当我们以神为乐，我们的心就得到真正的满足。” 我也想请大家在祷告的时候，要为着已经经历到的圣灵同在的平安喜乐，常常的感谢神。那最后，摩西他是这么来呼求神的，他说：“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美向他们子孙显明。”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建立。其实，在这个五个愿里头，可以归为两类：一个就是愿神的荣美彰显于人，而且是所有的人；同时求神建立所做的功。我们说，神的荣美才是人真正的盼望。其实，摩西的祷告。 愿神的荣耀显给百姓，这是一个大胆的求告。因为摩西曾经求告过神的，他曾经求告神，将神的荣耀显给他看。神怎么回答的？神告诉摩西说：“人不能见神的面呐、啊，因为人见神的面就不能存活了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人有罪呀。” 最被赦免之前见神的面必定死的，所以当时神恩待摩西，用手遮蔽摩西。当神的荣耀过去，他没有看到荣耀的面，只看到荣耀的背。这里摩西居然大胆说求神要彰显荣耀给所有的百姓，你说他胆子大不大？ 但是摩西明白神的心呀。摩西真的明白神的心，因为摩西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因为神在幕后的日子要兴起一位先知，听从他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为这位先知就是。 希伯来书说，他因着心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基督。所以摩西是远远望见的主基督，他大胆的向神求，这个不是他胆子大，是因为他有信心，他对神有信心，他明白神的心。 这件事情最后借着耶稣就成就了，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前是这样祷告的说：“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他向父祷告说，我已经赐给他们了，赐给当时的门徒，也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。他说：父啊，我在那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。” 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所以神是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，要让我们看见，因为神因爱创造，因爱拯救。摩西是大胆信心的求告，他明白神的心。那摩西最后说：“愿我们所做的功，愿你建立。” 本来人的工作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的。但当神成为人的居所，人所做的一切就有意义了。当神成为我们的居所，我们所做的功当然被神建立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不但被建立，还要得赏赐。 格林多前书在这地方，我们与神同工，人在那个工程上若存得住，就要得赏赐。同时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从今以后呢，在猪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：“是的，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。”后面说：“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”所以，当人，神作为我们的居所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。 不但被建立，而且是被建立存到永恒的果效。神的荣美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我们所做的功与永恒相连，才会有意义，才会被建立。你和我，我们的祷告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让神的荣美彰显吗？ 我们要祷告，让神的荣美彰显。那如何让神的荣美彰显呢？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是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”所以，当我们活出从神来的生命，在世上做光的时候，我们彰显的是神的荣耀。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思想：唯有神成为我们的居所，生命才能脱离虚空的结局，有真正的喜乐和盼望。那我们讲应用，应用只有一点：我们说祷告让神完全的做主。在思考问题里面，我们说。 我们从摩西的祷告学到了什么？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祷告生活？因为摩西的一生是让神完全做主的。因为最后，当要快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吩咐摩西做一件事情，他让他上尼泊山，从尼泊山可以看到整个迦南的美丽。但是神告诉他。 他说：“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的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”摩西照着神的心意做了，因为摩西知道，他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信，神已经作为他的居所。对于摩西而言。 进不进迦南并不重要，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已经得到从神来的安息了。在《生命记》三十四章说：“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。”圣经里面只有一位人物是神亲自埋葬。主耶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带着谁来？摩西、以利亚。 所以摩西已经活在神的面前，他是因着信，和那些百姓不一样。那些百姓因着不幸没有进入安息。所以，即便在这个地方，当神告诉摩西：“你必死在那里，你只可以远远的观看。”他完全顺服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有。 两到三分钟。希望刚才摩西的祷告触动你的心。若不认识神的，你要看到人生的短暂，来归向神，让神做你的居所。你已经认识神的，要好好祷告，如何让神完全的做主。现在十点零二分，到十点零五分，我带领做结束，大家安静，自己向神祷告，向神。 认罪悔改，向神求信心，求力量。 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住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你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主啊，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，因着你的恩典怜悯，你借着主耶稣将你的爱显明，将你的恩典显明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已经。 经历了从你来的慈爱，经历了从你来的喜乐，你把平安喜乐放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在趁着你可以亲近悦纳的时候，我们亲近你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侍奉你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智慧，信靠跟随你，成为你恩典的见证。 成为你福音的器皿，愿你的恩典被显明，愿你的荣美被显明，愿你的名被荣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